一投就投入了非常多 Fee 台 Dream V 的运作，还有 Fee 台湾的，还有婚姻平权相关的事情里面。那这下一个是 Alan， 然后 Alan 是在李梅书纪念馆资讯组一直很努力的把文化馆舍这些的资料，怎么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放到网络上，让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最近应该是有跟 Wiki 合作，在做一些 Wiki Data。那如果你自己想要推动的东西，可能是不管你是博物馆或是其他什么知识，也都可以考虑把这些资料以 Wiki Data 的方式放在网络上。但 Alan 比我更懂，所以 OK。这个画面。切过来，等一下。好。你是用 PG 还是 HD？ 我用 HD。等一下，然后同步有了，有的，开始了吗？开始发声。哦，好。好，大家好，我是 Alan 哦。那刚刚已经遇到很多 Alan， 好，那我是 Alan Wang 哦，好不好？姓王的 Alan 哦，好。那我是来自李梅书纪念馆资讯组。那我们李梅书纪念馆是全台湾最开源的纪念馆，相信应该有人知道我们的啦，希望啦。好，那我们纪念馆其实在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各位开源开放在做的事情，我们把它复制一份，然后在文化馆舍做那个在地适应。这个就是我们纪念馆在做的。好，那我们现在在做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文化馆舍开始知道有所谓的开放文化，并且去做一些文化开放资料，包含像是创作或者是一些文献、古文献的一些资料的一些开放资料。好，那我们今天来到 G0V， 想要跟大家提的其实是一个我们大家常用，也不是常用，就是隐藏在我们大家最常用的一个东西下面的。好，我们大家相信大家对它一定都不陌生，维基百科大家一定都有用过。但是维基百科的背后有一个有趣的小东西，叫做维基数据。在场有用过维基数据，请举手。哦，哇，比我想象中多，好。那维基数据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简单来讲，维基百科是人读的，那维基数据就是机读的。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对电脑而言，我们讲一句话，他们真的很难看懂。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是李梅书纪念馆，所以我就自然用李梅书来做那个举例哈。那李梅书的 Wikidata 就长这样。好，它的叙述，当然你看到那个李梅书的条目的叙述这么一堆。对 Wikidata 而言，就是一句话，台湾艺术家。好，有机会你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中华民国的 Wikidata， 它的叙述也很有趣。好，那它的陈述就像下面，好，性质是人类，图片，好，它的几张图片，好，性别男性。好，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缉毒的东西，就是你一个人，你看你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有很有意义。可是对电脑而言不是，它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结构。那它最棒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最棒的地方就是这个资料库哈。我们在做文化馆舍最常遇到的就是你文化馆舍的资料库最常遇到的就是格子不够。就是他们原本只有30格，结果他们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典藏，这30格怎么填就是填不进去。好，那 Wikidata 呢，最棒的地方就是你爱怎么加就怎么加，你要在这边加什么都可以，你要在这边加 Facebook 也可以，你要在这边加 YouTube 也可以。哦，我们只知道 Plunk 应该还没有。对，那如果你说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栏位你想加，可是在这个里面还没有怎么办？很简单，你去社群里面提说我想要加某某栏位，能不能？那社群讨论后说可以，那个栏位就会被新增。那基于这样子的特性 ，Wikidata 就可以，它就是一个弹性非常的高，而且什么东西都可以收。
的一个资料库，而且重点是它目前没有很，它目前没有太过严谨的提删机制，它并不会像维基百科，就是哦，当然了，你不要上去乱写，好不好？不要乱写是最基本的，好不好？好，那它不会像维基百科说你一定要有很缜密的参考文献，没有，而且什么都收，千奇百怪都收，就连 Wikidata 自己也拿 Wikidata。来收他们的周年纪念，我们这边可以来稍微 render 一下，看会 render 出什么东西来。好、哦，这个我就看不懂。这是一个日本的企业，有人看过这家企业吗？叫 GPR。哦，它是有维基百科的。来，我们再随机。好、哦，论文也收。所以呢，有些人就跟我讲说，哎，那个是不是可以拿来记录某些事情，或者他可以来收集一些比较系统性的资料呢？可以，都可以，只要你能接受一件事 ，Wikidata 它完全是 CC 零的。好，它整个 Wikidata 它是 CC 零的。好，那在这个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呢？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陈述跟这些性质，我们发现，因为它的资料实在太多，所以它的中文翻译真的是需要加强。哦，所以呢，其实各位可能不需要很高深的知识，也不需要有很那个很坚强的什么样的能力，只要看得懂，然后愿意花一点心思，都可以参与我们的那个编辑。那等一下我们会有另外一位工程师来为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那个查询的那个功能。好，我们先回到首页一下。OK， 好，那它这里有一个，它提供了一个 query service， 然后它可以让我们查询资料库里面的东西。那它使用的是 Sparkle 这个语言，那它查询语法很多元，例如说，我现在查猫咪，哦，这是它里面的范例。好，然后它就会给你一堆的猫咪。好，那它也可以查，例如说像这个是有图片的，哦，你就会看到底下有一堆猫咪。好，好，那它语法其实非常强大，例如说，而且因为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收，像是这个全世界的医院的地理位置、地理坐标，哦，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地图，每一个红点都是一间医院。好，来不及，那我随便示范几个，例如说，这个，例如说，查询每个血型的有多少人，当然是收录在 Wikidata 里面的人的数量，然后就是它的比例，或者是，哦，然后除了这个 Sparkle 语法以外，还有，社群里面有很多志工写的一些工具都放在这里面，那例如说像这个工具，哦，它跑得有点慢，它是一个查询艺术作品的一个算是搜寻工具，它好慢哦。哦，好，例如说我在这里打李梅树，会有，我记得没有，有。哦，好，那就先这样。对，想了解更多，请到101找我们哦。好，谢谢，谢谢大家。他有贴这个背上有他的专案。Wikidata 那个，然后下一组。